銀座です。日比谷線は5分に帰ります。 午夜的涩谷街头，看过租借了5天的被人劫走，看过阿法来往在东京角落，那一吹雪的片装的脚变扫过，有谁曾老过跟谁曾好过？我现在只相信我一个放的好货，是谁的独生戏？是谁的杨过俊？我亮着都不当我要当每个吉普逊，要着那个牌子的香烟会激喉，但身披酒伤桌的时候，你不要被击落。越来来回回交流像踢皮球，在越大的牌档却越是容易感到寂寞。 寂寞的人，他在异地疑惑，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情绪变得急迫。已过了这站，就再等一站，还能往回坐的车站都不算遗憾。我的Polish游戏，但不是International。那些最深刻的过程被我听了带着走。他们叫我危险人物，应该谨备减陈述。我只带一把克拉克和一件背脸能不能夺回你的芳心？在你最爱的场景，钢筋随你都市里一串的藏情。穿的藏情，不在这多做停留，也不再为你伤心。 下了这班飞机，我把香烟练习，梦幻过了海关的表情，还需要练习。机场跑道没了人影，像玩了演习。如今大厅到停车场，最后一班电梯，2000多公里的飞行，从东京到永和，我绷紧了整个神经，憧憬到黄山成天空港的吸烟区，现在已经没有人距离地面3万英尺，但是头上没有神。我知道他有心事。 不能吐露的心事，不能讲白的心事，番茄肉酱意大利面匈牙利烤鸡翅。我希望你也看到我看到的这片樱花，不知道现在歌写完后你还会听吗？今晚吃好料的烧肉或是hot pot，如果不跟对的人，我宁愿带着hot pot。我的 Polish Yoshida 不是 International， 那些最深刻的过程被我听了带着走。他们叫我危险人物，应该谨备减陈述。我只带一把克拉克和一件背脸，能不能夺回你的芳心？在你最爱的场景。 随你都市里一串的藏情，穿的藏情，不在这多做停留，也不再为你伤心。